今日咧就嚟到拍電影之前排練嘅第三日啦。咁琴日其實進行咗第二日嘅武術指導訓練嘅。只腳，準踢。只腳。發曬過去，預備，一、二、三，去。打頭，只腳。好，攤手。隻手，好辛苦。哎，幾好。哎，呢個你。好，拉射防御，去。好 ，Action。今日第三日咧，就係去排舞啊，因為喺套戲嘅最後尾一個先咧，就要大家一齊比賽啦。你想點啊？大家可以對鏡頭睇下，而家翻出落寞嘅樣子。你頭先係咪好輕鬆？輕鬆啊！右腳係拎唔起，佢就係得右腳拎唔起啫，我哋係成個身拎唔起咯。好專心嘅 Heidi 啦。我想喺你面前唱一首歌。就要慢性兩年冇跳過啦。性感喺邊度咧？就係呢個，性感。今日就完啦，跟住下一次佢哋排舞我嚟唔到啦，因為我又嚟做，應該 OK 嘅。Wish me luck。Action！ 三、二、一 ，Action！好，又追求啊嘛，又追，即係我哋游一個先，我游一個後面，好啊，呢邊啊，二、三、四。哎呀！跟住之後就係你嗰個，好，好，好搞掂，跟住就執翻張地翻開邊。好嘞，爸，中啦，爺爸，拿個中住，我就係呢個啦，好。哇！哇！似啊，又似啊！Hello， 咁多位，今日咧其實係進入咗劇組嘅第九定係第十？靚女應該係。
Hello，Hello，Hello。喂，唔好阻住八加一。咩啊？一九三收工啦，比较好咯，做主角。几时交换？你个 MV 睇到啊？你嗰个件冷衫嗰个，我系咁睇啦，你睇咗几秒？你 download 几秒系咁睇啦。Baby，I am loving you。我哋 baby， 我哋 online。Baby,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其實我不停咁提你，就代表你錯得越多，你 feel 到。Baby, I'm 啊得得 ，OK。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哇，識咯 ！Loving you all day, all day, all night。好嘢。Baby, sitting here。好嘢，係咪好聽先呢首？好聽。係咪好聽過 Eagle 先？咦，你收工喎？唔該，聽我首歌，每人聽。聽到阿 Low 首歌出為止，呢條歌出嘅時候應該出咗啦。喂，咁多我應承我做你 MV 男主角啊，你做女主角。初啲的心就像海底針。啱啱到人嚟個，都幾好。要好集中喎，要好呢個樣。打人嘅感覺點啊？未試過，係我啲斯文人咯，本身。你係咪覺得阿 Low 打得好渣？唔係唔係唔係，佢已經好高分嘅第一次。你驚唔驚佢令到你辭收工？唔驚，冇驚過，我對有信心。有冇潛質做武打明星？絕對有。有啊有啊！我啱啱問你的老師，你打成點啦？佢覺得你有冇機會做到武打明星？佢你估佢點答？佢本身可能以為我係武打明星。佢講咩？佢講咩？都 OK 啦。我係好勤，我以為而家係拉曬筋。prepare 一間可能要平台啦，要做啲好高難度嘅動作啦。就算阿明哥冇叫我拉定筋，我都自己。做定功課先。我想講呢個景真係好靚同好正，大打參觀。即係好似平時咧，我哋睇戲嘅時候 ，Mission Impossible 又或者係我諗到係超人特工隊，真係好想問一次，可以有機會咧，係可以有得做調查出任務嘅戲，我覺得好好玩同埋好有型。今日淡哥插波啦！你要用三個形容詞形容 Anson Low， 你會點樣形容？好注文你咁啊！冇理由快靚正嘅，聰明咯，所以佢好快就上手好多嘢。靚就唔使講啦，係咪？全身做完，大家都清楚啦。佢本身嘅質幾靚，正正就係、是。更加唔使講。之前嗰啲已經好正啦，嚟緊仲有好多 Anson Low 嘅變化同埋精彩嘅唔同嘅表現要俾大家睇嘅，好係嘛？啱啊！快靚正 ，Anson Low 出自完美嘅男人譚哥，啊好開心啊！夜辛苦曬，合作完啦！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香港今日真係好好彩，因為咧監製差異萬歲，有炸雞髀。遠處咧，花姐係喺度傾緊電話咯。其實我都係因為花姐傾電話，我先可以食。因為平時佢係完全唔俾我食炸嘢啦、肥嘢啦、飲汽水啦，乜都唔得嘅啫。咁樣其實咧，演唱會嗰排係真係食得好清，但又唔係為咗減肥，係因為即係聲帶有事，所以醫生話要戒曬所有唔健康嘅嘢。監製卡嚟過 ，Hello， 呢個雞髀就少咗份啦。唔係，所以我冇雞髀，我唔係雞髀喎。尋日你拍跳舞拍咗 over 四個鐘，今日要拍動作功夫啦。嚟緊係咪都會仲有呢啲？係啊，但聽日好似嚟喎。聽日我想食咩就食咩。好時候嗱，呢邊咪有成大煲嘅，唔好個成塊前嗰個頭啦。係，嚇佢會捉住嘅，佢會捉住嘅。好，阿輕輕試一個。好啊。Yes， 系啦，好， yeah， 走，系。哇哇哇哇哇！扎翻个架，出镜。哇，出镜嗰下真系型到爆。三二一 ，Action！ 滚滚滚！嚟嚟嚟，走走走走走。扎翻个架，望住佢，系啦。走，搭出去好滿足，走。啊，成日唔記得出去搭。你咁辛苦搭出去，你要望住佢。好，全部。好，嗱，著翻衫，我哋啲西前推，走。
你嗰啲 NG 幾多錢啊？啊！冇俾壓力我啊！佢個頭亂曬。2-1 action！ 冇錯啦，都話好勁嘅啦。喂，放刀！我第一。輕鬆的一日，今天收工了，明天請早，今天就開始我們開一些吻戲場景啦，很掛著吻戲啊，明天繼續 Good night。 起身，即起，即刻起身，预备，挡五脚，挡低头，再挡，再挡埋，好，搞掂，哇，哇，啊，哇，啊，好，跟住呢个影，二一去，啊，痛痛痛，反应痛反应，好，跟住之后搞猪，好，好，得，系，哇，你起埋车嘅，你起到我好开心嘅 ，OK， 好，你起到嘅话，诶，一，一，哦，慢少少，慢少少 ，high speed， 一二三。好，再去打打肚，一砰，唔好咁样，拉弓，一砰，好，跟住一砰打过嚟，好砰，开埋啦喎，一二三，砰，冇放，系，一砰，一踩住。即係你瞓低咗啦，已經。今日就嚟到雷子京最後一日嘅拍攝啦。今日我殺科啦，但係今日會係最攰嘅一日啦，因為要拍打交嘅場面。其實之前已經拍過兩三場打交啦，咁但係今日咧係打交打得最激烈嘅一場啦，係我挑戰 final round 打大佬啊，因為戲裡面嘅 Lisa 係完全睇唔出原來好打得。然後準備一有個細作作就踢咧就跳啦。好，好，我哋一個啊。三二一 ，action！ 嚇！好。因為啱啱化完妝之後咧就冇時間食飯咯，所以而家專程就有爬幾站。多謝監製，萬歲，萬歲之鬼，萬歲之鬼，萬歲之鬼，我就識萬歲啫。哇，又係呢啲，萬歲乜都唔識嘅，破壞皮膚系列啊！呢個係，大家都食得好開心，但係我就唔食得啦，因為自從距離沙科越嚟越近咧，跟住我啲皮膚越嚟越差，近排都戒煎炸嘢啦，同埋盡量都唔好食太多甜嘢啦。啊，即係雖然全部都係皺位啦，咁但係其實我啲手咧都已經開始紅紅地同腫腫地。即係雖然有皺力，但係其實點都一定有少少要肩困落去。咁有時就即係可能困到骨困骨困骨，呢邊冇呢邊都冇咁誇張，係左手咯。咁但係點都要捱埋佢啦，因為如果皺太多咧，又真係太假。拉緊筋，最後一次訓練嘅時候咧，其實拉傷咗右邊，好驚今日會影響到踢腿嘅拍攝。好咗啲㗎啦，係啦，推落去出嚟。跟住 OK 咧，將企喺度嗰只腳，誒 ，roll gate。预备，三二一 ，action！ 有一个，好嘢好嘢好嘢，好，起俾我睇睇先。有一个，好嘢好嘢好嘢。哎呀，竟然冇录到。我冇录机，原来冇录机。得啦，一踢过搞掂，得我 OK 嘅。咁快？预备，三二一 ，action！試下先啦，可能我唔慢線唔痛啊嘛，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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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線唔痛啊
我現在呢就心情十分緊張和忐忑，因為我現在是做一個全套戲裡面最緊張的事，就是很大逆不道地爆我恩師的頭，因為我本身都是一個斯文人，我都未試過爆針，不知道今天設計什麼動作。是啦，好害怕啊大佬。冇事啊嘛，冇事，乜事都冇。好醉喎，我一個罪人嚟嘅，我要拍係咁。而家係 take two， 係啊，頭先嗰個略嫌高咗少少，要哼中嘅耳仔，救命！好，準備，三二一 ，action！ 假冒女團。今次拍假冒女團是一個真的很開心的經歷，很感謝監製 Charlie 和徐導演對我的信任，也都感謝各演員前輩的體諒和對我的支持，希望今次這套劇大家會喜歡，以及希望讓大家看到不同的一面的 Anson Low 給大家看，我盡了力了，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演戲機會給大家見到，多謝你們，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